哎，妈，你这是准备干嘛去啊？冬梅呀，老家的拆迁款下来了，有300万呢，我给你妹妹送过去。妈，这300万的拆迁款你都要给妹妹送过去啊？那您自己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我不是还有积蓄吗？你们姐妹俩正好一人150万。妹妹结婚这么多年也没回来，我挺想她的，我正好过去看看她。哎，哎妈，这天这么热，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吧？不用了，柿子下来了，冰箱还有你一份呢。哎，那你路上慢点啊，妈。好，你回去吧。哎，哎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女儿呀，你都几年没回家了？这是妈自己种的柿子，小时候你最爱吃了。妈，快屋里坐。哎，这可是我新买的沙发，你要给我坐脏了，你得赔我一票。富贵儿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妈。香香，没事，妈站着就行。哎，妈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点饭啊。哎，香香，妈不太饿。哎，你刚才没听见吗？他说他不太饿。妈，坐了一天车了，累坏了吧？正好啊，这家里有个空房间，我现在就给你收拾出来，晚上啊住在这儿啊。走。我站住！向向，你咋想的？他这么脏，待会把房间给我弄脏了，你洗啊。向向，没事，妈晚上睡沙发。沙发？沙发也不行。富贵儿，这个是我亲妈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爱谁谁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谁别想在这住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有事打电话，没事不要来找我。女儿呀，你都几年没回家了，妈想你，妈想过来看看你呀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。我走。等一下，把你这破柿子拿走。你是否常想起谁把你抚养大？你是妈？妈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？见到妹妹了吗？见到了。那你怎么没让她带你到处转一转、玩一玩呀？别提了，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白眼狼？150万，我都给你，一分钱让她也捞不着。妈，妈，那个。听说咱们老家那个拆迁款下来了。对呀，300万呢。300万，那你赶紧给我们呢。前两天我跟香香啊看上了一套大别墅，正好需要这个钱。钱呢我都给你姐了。不是妈，你老糊涂了吧。她那只是你的养女，养女啊。香香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那再说了，他都开大公司了，当上大老板了，他还需要那点钱吗？钱是我自己的，我想给谁给谁。你小的时候家里的好吃好喝都给了你，你们姐妹俩考上大学，为了让你上大学，你姐她自动放弃了学业，进城打工挣钱供你上大学。你结婚后，你城里的结婚房还是你姐给买的。你结婚这么多年都没回家看过，给家也不联系。我这次带着自己种的柿子进城看你们，你们还这么嫌弃我，连口水都不让我喝，还嫌我脏。我这衣服是旧。
不是葬，我是很感激的。妈，妈，你先别激动，要不然，香香啊，妹夫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这拆迁款呢，一共有300万，给你们100万，给我100万，再给咱妈呢留100万养老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要是行的话呢，我这张卡里啊有100万，你们拿去吧。不是，你一个养女，你凭什么拿那么多钱呀？再说了，这老太婆还能活多久啊？啊，她能用得了那么多钱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呀，你至少得给我250万。你到底要不要？这钱谁孝顺我给谁。闺女，走，我们回家。时光横流中，这份爱多渺小，一放手。妈，我们走了啊。哎，儿子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儿子。妈，你慢着点啊。儿子，你不是最喜欢吃妈种的菜吗？这是妈刚摘下来，给带上。哎呦妈，这菜就不拿了，城里超市啊都能买得到。哦对了，我这里呢还有些钱，回头你想吃什么穿什么自己去买，别心疼钱啊。妈，我去车上等你了。哎，儿子，媳妇生气了，你赶快过去吧。哎呀妈，不用管他，他就那脾气。再说了，儿子给妈钱那是天经地义的。来妈，拿着。哎，儿子，把这菜带上。那行。妈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儿子，路上开车慢点，注意安全。我知道了，妈，快回去吧啊。儿子，要工作忙，没时间就不要回来看妈了啊。说什么话呢，妈，快回去吧，我走了。我要再看他最远的地方。干什么呢，磨磨唧唧的。香香，你刚才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过分？你每次回来就拿这么点破菜有什么用啊？你给我捡起来。不捡。你每次都是好几万好几万的给他，他倒好，就拿这么点破菜。他这么会做生意，怎么不去上当当老板？给我捡起来。是不捡我先当。你那个农村的妈不行，你让他来捡。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我不求你像我一样孝敬我妈，但你最起码的尊重该给吧。我爸走得早，我妈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我带大，都说养儿未防老，我连最起码的陪伴我都做不到，我就给点钱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还嫌弃我妈是农村人？往上数三代，谁家不是农村人呢？啊，你吃的、喝的，啊，你用的，哪一样离得开我们农村人勤劳的双手？你不要以为你早来城里几天，你就是城里人了。你哪来的优越感？你有什么资格嫌弃我妈呀？好啊，姓王的，咱俩每次吵架，你都向着你那个农村的妈。那行，咱俩离婚，咱俩不过了。不过就不过。儿子，妈一个人在家花不了多少钱，这些钱呢都是你平时给妈的，我给你攒着呢。你们在城里比较大，你自己用吧啊。妈年纪大了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你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情闹矛盾。一家人应该和和气气的才能兴旺。妈，只要你们过得好，这辈子的心愿就完成了。老公，停开！老公，妈！哎，儿子，你的包落家里了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等你什么时候学会了百善孝为先，再来吵我吧。妈，走，咱们回家。